三位恩人要去往天地古墓，是为何事？我与生母失散多年，这古墓恐怕是最后的线索了。天地古墓乃南疆境地，还请恕我无法相告。尘封寻母心切万分，望圣女成全。一心，算我部落者死。献出图腾，本王饶你不死。有能耐就来拿。陪我演完最后一场戏，否则你懂的。君子不会随便打人的，对吧？当然。你我可不是什么君子。你打脸！我来收人，这是手续。咱们钱货两清。钱？对，我钱没带够。你忘了，你之前存放在我这的500万。我的钱呢？冰无常，你的死期到。一起一起快启动大阵。不好，他们冲过来了。这虚阳竟有三姓无皇的实力。哼，徒影其表。黑熊部落覆灭，全族上下无一幸免。来人，传我号令，大军开拔，目标白象部落。九星武王却有匹敌武皇的威势。报，南方发现黑石军大营。西南方发现黑石军大营。我们被包围了。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。我没有大人的指示，您不能随意行动。陈峰，务必捉弄。